这个小岛城市的第二天，所以我今天因为看天气蛮好的，就是会出来散步。然后我现在就到这个湖边去一圈。这里也有自行步行车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梦怡，然后我现在身处巴西的florianopolis。那么，因为就是我的身体出现就是这种红点呢，超过一个月。然后昨天晚上我的沙发主 Lucas 就带我去药房，就是咨询了一下，买了一些药，可是还是不是很确定是什么原因所致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的沙发主就会带我来当地的医院，就是看诊一下，所以这也是，就是旅行这么多年头一回，沙发主带我来看医生，然后也是第一次在巴西，看医生。We need to go to another place. Okay. Okay. Buen segundo día. Hello.现在沙发主就带我来到了，就是位于当地的一家公立医院，然后刚刚就见了护士，现在就是等着见医生。然后现在沙发主就去买一点餐，我就在这里等着。Thank you. Is that any?然后在这里就是登记之后，又见完护士之后，就是等着叫名字去看医生啊。他居然是人工叫的。那在香港呢，他是就是也是人工，但是是通过麦克风这样扩音出来。